今天谢谢石总送我们，改天请你吃饭当做答谢呀。石总，你说是什么样的缘分，让我们今天在那里相遇？ 是有什么恶趣味，发正经信息从来不回。石总，你刚才是不是吃醋了？你很闲，我很闲，什么意思？ 既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就先别回了，先晾他几天再说。晚上老地方见。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回他吗？先晾他几天再说啊？怎么了？ 这个好呀，这串乱码简直就是神来之笔。不要跟他解释，就让他去猜是什么意思。我敢保证，今天晚上他肯定辗转反侧的琢磨，这是不是什么爱情的密码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反正不许回他啊。拿捏一个男人的第一步，就是要让他琢磨你，让他猜不透你，让他对你产生兴趣。不要回他哟。